最后吧，我们这个群英会节目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节目啊。是的。二位呢也是从快板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曲艺行业当中的。对。今天在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，能不能再找回一点当年唱快板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行行、啊，咱们来一点。来一点。谢谢。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，我们很多的优秀的戏剧员，虽然说可能他表演的不再是那个最传统的形式，但是他的艺术的营养一定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，我们的传统的艺术。没错。再次掌声送给二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